走进松山烟厂园区，处处看得到长长裂缝痕迹，因为一旁大巨蛋正在施工中。震耳欲聋的施工噪音伴随不止扰人音量，还有震动造成的裂缝随处可看见。之前没有这样哎，之前裂都没有，没有，所以他们才来补，是他们来补的。都是没从哪过来？当然啦、一直震动啊。工作人员直呼很夸张，因为以前从没这样过。自从远雄盖了大巨蛋，地板裂缝一直裂，一直裂，一直裂，裂开了就补，补完了又裂，甚至就连市定古迹松烟锅炉房的烟囱也倾斜。尽管远雄紧急施工，试图用钢架扶正，但烟囱上方还是出现大面积裂痕。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嘛。如果文化局跟文资委员会说要开罚就开罚，就照标准做事就好了。这附近的基地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如果不赶快停损的话，大巨蛋还没盖好，还没启用哦，松烟古迹就已经去了一半。最彻底的方法就是依文资法开罚之后，并且要求远雄立即停工。松烟古迹受损早知道，但就连开罚都没做到，接下来如何保护，是否抢救古迹大作战，现在起步不算晚。记者综合报道。纪委员怎么看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还是要停工，因为刚刚不是讲一直裂一直裂吗？但是问题是停工，它已经抵裂那么久，再停工也是两难了、所以恐怕这当中要找出一个所谓的折中方案。但是我的感觉啊，刚刚那个所谓的10万块或是5000万，虽然可能到时候有可能像燕伯松所说的不了了之，但是我觉得对于追逼案这事情已经失去那种气势了。就说对，就说你之前哦大拉在追逼案，那现在传出说不管10万、啊，对啊，那你哪怕你今天不是你科批的意思，可是你整个团队让他质疑。还记得前阵子刚开始的时候，有人质疑说，哎，他一级团队一级的主管有人在吸毒吗？有没有？后来也没有讲是谁。但是我跟你讲，那个吸毒印象一直在我脑海中，哎，到底是谁？每次我看那个电视，看哎哪个主管看起来像在吸毒，我不骗你，那印象烙在我脑海中。我也有听说，我不骗你，那只是后来没有继续查下去而已。搞不好那个一级主管的话想，哎，好吧，那就把毒戒掉，也说不定啊。没有，我一直认为谣言止于智者，我是智者，所以那不管，但是至少我会怀疑嘛，对。那你今天又谈到所谓收钱的问题，好吧，纵使说就此打住了，可是你这个收钱这疑云是不是一日不除？那对整个科比的执政团队会很大影响呢？所以这好像无形当中啊，帮我远雄集团啊，你在追他弊案过程当中，或者追他这个整个新的过程当中，他丢出那个所谓的鸡爪钉，就主追兵了。所以我觉得对于未来他跟他谈判也好，或是整个市政府的运作的气势上会很大的影响。那委员觉得要怎么除呢？我告诉你，柯P不要想说你把证据拿给我，当然这样可以的，我没有证据交给司法，他可以这样子，但是他如果像以前的担当，他应该主动下去了解。事实上啊，刚刚委员所说的事情啊，就是我在刚一直问顾问说，到底整个大巨蛋处理的过程到什么地方？因为我们几乎在等待了，已经等待的答案都是拆蛋还是不拆蛋，那到底要钱什么东西？哎，志伟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其实我一直觉得说，是一颗蛋造出很多坏蛋跑出来了，真的，真的，而且这个蛋还在演后面的戏，还有喷雾，还有什么录音带，还有5000万，搞得是沸洋洋的。我想从蛋里面跑出来，这个世界最不缺的就是谣言了、不过谣言呢，讲很久之后，说不定就变成一个具体事实。我在过去的一两个月时间，其实3不5时，叫晚上10点半哦，就会有记者、电视台的也好、报社也好，打来说，哎，你有没有听说柯市府身边的谁谁谁怎么了？有没有收钱？就是这种东西一直问，一直问，问到最后问题变成一个事实的时候，这就很恐怖了。但是我们永远相信说，恶魔要去诱惑人的方式太多太多。那柯P又不是开征信社的，你叫人家签个公约之后，有办法确认说他的金流，他晚上跟谁吃饭，他碰过谁，或者说他的社交圈里面到底有哪些人可以有怎样的交易，这是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很努力的花一段时间把这个密件62万份密件全部公布出来，并且要求他要公开透明？因为我觉得当廉政委员或柯市府身边人被人家质疑的时候，我必须要在某种程度让他们骑虎难下，让他们去办案。但是我在这边要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柯市府内部有一件事情让人家非常的受不了，就是说他常常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就是哦，市府传出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隔天高层说没有没有没有，然后这个样子的状况一直 repeat 一直 repeat 一直 repeat， 甚至是说我们也闻到一个味道，就是其实从选举的期间，
柯市府内部，就是那时候柯的竞选团队，就互相会拿刀子扑来扑去，扑来扑去嘛。啊，那这已经有这个问题了。他内部的确有所谓的竞争的关系，那这些竞争是你是说他竞选团队还是现在内阁？竞选团队跟现在的内阁，乃至于现在的柯市府，彦博已经在点头了，就已经会互相斗争。那我觉得这个斗争是好还是不好，这个功过我先不来做一个评断，但是我认为什么样力头会要做这个事情呢？有些东西不见得一定是力头啦，有些东西就是你知道年轻人，年轻人会想要求表现，年轻人会希望就你要举例一下，每天那么嗡嗡这么忙了还可以斗什么，因为大家在来宾大家都是高人啦，都是聪明人，我想我举例，钱不是问题，钱不是问题，权位还有你的拉帮结派，这个位置是不是我的兄弟来做，这都是很重要的。那我一直觉得说，在这个刚刚讲到远雄的 case 哈，或是美和市的 case 哈，大家不能只有看到一间远雄或看到一家美和市而已，因为这两间一家日盛生，一家日盛生可以更正一下哈，因为它下面可能会有上百个乃至于上千个发包的大中小包。那这些大中小包里面都会闻到说，我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团结合成一气来对抗柯市府。所以当然我要呼应一下妹妹讲，就是说当今天我们看柯市府刚刚出来胜选之后，哇，是一个唐三藏，然后一群然后对抗一群妖魔鬼怪。那这些妖魔鬼怪会不会希望说在每一个人眼睛里面柯市府慢慢从一个唐三藏变成妖魔鬼怪呢？也会嘛。所以我觉得当这种乌贼战乱喷乱挤的时候，我觉得此时此刻我还是希望说，我觉得今天洪志坤也做对了一件事情，可是不代表我百分之百信任洪志坤，至少他告了，而且是告刑事。如果说这个东西告下去之后，我想有些谣言或者说一些不实的指控必须让他紧急的踩刹车。那今天仲彦他拿出来这个录音档已经出来了，他也把电话姓名具体的拿给柯市府了，如果必要的时候，我觉得相关的司法手段一定要拿出来，因为我们的85万投给柯P的人不可以慢慢发现说，哇，难道说你也是所谓有可能会有操守问题，口袋可能是打开在等人家的一个市政府，这是我们最担心的。你刚刚讲唐三藏，大家觉得这个唐三藏这一路走来是非常之险，而且有可能越走越险哦。本来我们想要大巨蛋这个案子哦，一个月体检，对不对？大家觉得时间应该站在台北市政府这一边哦，但是现在看到这么多状况，又5000万又10万了，又这个里面的人又在这个内斗的情况的话，委员你怎么看？我觉得这个事件呢、这个从大巨蛋当中衍生这么多个事件当中，我看下来呢，大概觉得最不智的一个做法，很抱歉哦，同议员在现场哦，因为我昨天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时候怎么会提出这样子的一个主张，说有人到赵腾雄那边吃饭，然后拿了10万块。事实上这件事情呢，老实讲，如果说诚如刚刚讲的1月30号就已经你知道了，那个时候呢，到现在其实是50几天，不是只有2天3天啊、那这个洪志坤这件事情的、当然陈明义跟钟小平他们要对他们自己讲话负责任啊、他有没有办法去这个扼杀到这个柯市府的这样的一个清廉的，大家对他这种清廉的、透明的、效率的这样的一个 image 的话，我相信呢，其实我没有这么悲观说他会受到什么大的影响啊、以他才刚刚被检验过高达75%的一个支持率跟满意度的话，老实讲，不管是这个钟小平也好，陈明义也好，如果没有办法非常具体，纵使讲的不是5000万，纵使讲的是2亿3亿，我觉得市民不是只会宽宥柯市府，而是会认为说这是不可能的代志，这是不可能的代志啊。所以我在想，虽然我们说这个事情你是应该要去办啊，那现在洪志坤也去告啊，那这个手段，那只是说为什么这个事情呢？同议员要在这个当下来谈，尤其刚谈的之后呢，不小心又谈出来了，说啊，我这十万可能就跟他耍头啊，不然个可能没得几没得个几台车，啊，不得个几百万安尼。对，我是在讲这个录音内底是安尼讲啦，啊，但是问题安尼讲的究竟是虾米？我知道这样子，对，这样子的事情也会让我们觉得说，就你们刚刚讲的嘛，范阳杰他也不过是在当时选举期间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初期的一个随行的秘书嘛，对，就不见了。他呢，老实讲，你能够想象，如果这个东西被张冠李戴带到，我知道带到钟小平那边之后的结果吗？我很清楚，我很清楚，我非常的清楚。对对，如果诚如刚刚大家，因为我是几乎是最后一个发言的，我大概可以看得出来，每个人都知道，尤其市议员现在在知道，在市政府里边啊、现在有非常多这个肥短流长不应该有的放话。
我们都把它定义成它就是放话，可能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的证据。可是问题就在于说，怎么会讲到说，如果你讲到说啊，这是一个线头啊，以后可能还有怎么样？那如果这一个范阳姐她到底是多大年纪，我不知道，我只能够说，如果她有这么大的本事的话，那她背后的那个共犯结构就不得了了。哦，所以事实上在这个时候提这样子的一个事实，其实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选举你不能去乱乱那开戏，乱乱那耍。然后再者就是说，以我们这个柯市府啊，他对于每一件事情呢都非常快的一个做判断，非常快的做处置。因为就像过去的动手术一样，外科动手术一样，是没有半分钟可以去迟疑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得快，我相信包括他最身边最相信最贴身的最代表性的蔡壁如，他都在这个提醒这个柯市长速度快，你每天嗡嗡嗡的表示你的负责，表示你很多事情你看到了问题，你要赶快去解决你的高智商足以让你去做这些，带领这么一群专业的人士来处理，这个都是正向的，我们也都是赞成的。